大家好，我是时光理发厅的老板娘 Ella 陈嘉桦。大家好，我是时光发厅的小学徒小薇魏佳颖。今天我们在拍摄《时光从不温柔》MV， 这首歌是小薇的作品。对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做这首歌的初衷是什么。因为时间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时光呢，它虽然很残忍，它虽然不温柔，它可能常常带走你的很多东西，但其实经过时间，我们也才能有很多的经历、淬炼跟经历。对，感谢邀请。答应。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乌龙事件，而且我的经纪人真的是蠢爆。他说：“你知道有个魏如云吗？”我说：“我知道啊，她是魏如萱的妹妹啊。”他说：“哦，他们有一首歌想要找你合作。”我说：“可以啊，我们听听看歌啊。”就一听我就觉得很喜欢这样。然后我真的是直到去录音的当天，我才发现我合作的人是魏佳颖。这件事情没有人知道，我真的是傻眼猫咪耶。